打球，对，跑动再积极一点。哦，好球！这个延安这个防守啊，哦，这个球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手运动员在这个比赛中调整得非常好，比较放松。好球，好球！哎呀，可惜了。这个孙正在这个多拍的回合中呢，落点比较死，比较定，比较死。然后这个轻重呢，也是一味的在发力，所以导致这个几个回合下来没有打丢了，好一些了。好球，好球！明显这个每一拍的这个衔接，好的，不错不错，多拍的回合中一点也没有下风，继续，对，这个小运动员在跟延安国手的这个较量中，多拍的回合中也没有形成下风，非常勇敢，跟前面几个发球又不一样，对，板接触球的时候是竖起来。对，又变了。好起到了球，效好果，球，好球！孙正还是表现得非常敢打的样接发球是不是处理的这个胆子再大一点？很好，迎上去，迎上去，哎呀，不错，这一拍球还是做得不错的，在正手这个反拉中没有往后退，没有怯场上摩擦上，稍微这个欠缺了一点，哎，做得不错，这接发球做得也还行，好的，现在是8-6，暂时领。哎，好球！你看这个球，这个，9-6，想好，哎，又变了，好的，继续，好好球，球，好球，好球，还真是不错。对小朋友都是考验了。对对对，是的，好球，好球。8-10。这球你有点简单了，没关系，还有自己两发球，想清楚。还是一个这样的落点，还是这样的一个旋转。哎呦！好球，好球，顶住啊！这个球要咬着牙顶住。好球，这个球进攻能打出来还是很不错的。旋转都是不一样的。哎呦，你看他好这。球，哎呦，这球，漂亮漂亮，很好的历练啊。轻放，哎呦，好的。好的，这个时候就打得比较专注了啊。还是这样的一个可惜发可球，惜。还是一个发这样的一个正手短球的一个发球。这个球其实对延安来说，这个影第响二，控制不住他。